大家好，我是大象艺术空间馆创办人钟金星。我是新媒体艺术家洪玉豪。身体可作为探测世界的工具，也是表述世界的媒介。以影像创作回望身体在时空中留下的轨迹，以及日常视野下隐匿的姿态。请锁定 FM97.7 舞蹈玛丽斯节目，与您分享深度如何？洪玉豪个展。